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今天由我和曹大元九段为大家讲解正在济州岛进行的第16届中韩天元对抗赛。今天呢是直白的是中方陈耀烨和他的老对手，应该说是老冤家，那个崔泽汉九段。这个我们中国的天元战可能其实我们比较了解是那个番棋的挑战者，韩国好像不是，我觉得应该是以前的印象好像韩国的天元上他们不是头衔就保留制，就是即便你今年是取得天元了，第二年你也要从头打起吧，是这样。也就是说在现在那个熊熊争霸的一个年代，就是说从头打起，如果能拿到连续的拿天元是很难的。对啊，所以说是这意思。去年韩国的天元也是崔泽汉是但是呢中方应该是中国的天元呢是挑战制的。比较巧的是我印象之中是去年是那个周贺喜，今年也是周贺喜。但是说起来话有点长啊，就周贺喜前年赢的最后一盘是赢的，为什么我会印象特别深刻呢？他赢的是于斌。对对对，你说起来我也是吧，有这个记忆了。而且那盘棋呢，于斌应该说是形势非常好，然后是被周贺喜逆转了。而这次周贺喜，因为当时的时候大家还说一匹黑马，我印象就很深刻，大家说周贺喜是一匹黑马。而今年的是周贺喜是就是说以他的实力获得了挑战，但最后呢还是输给了陈耀烨。是，但是可能今年在我的印象中可能也还能算他是一匹黑马，因为中国无论说名气实力等级分各方面排位比周贺喜靠前的棋手太多太多。是现在就是说各个比赛就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冠军，所以说明就是说大家有的人就是又说远了，有的人就会问你现在中国第一位是谁，就也许有点这个的意思。是你说这个问题，我正好前两天就看见了那个有一个报道，不知道哪里出来报道，不是网络还是报纸，就是古力和李世石在三星杯上相碰了，就下出了四级循环无胜，后来又加三的报道。报道的给他们两位棋手的前面加的那个定语是曾经的中国第一人、韩国第一人，是不是曾经的第一人？就是说言下之意可能现在不认为他们是中国的第一人和韩国的第一人。可能是当初的时候可能就是说李世石拿了很多的冠军，包括古力风头正劲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李世石和古力是理所当然的第一人。而现在呢可能在本身就是说各个杯赛是熊熊争霸，还有呢等级分好像也不完完全全代表，不完全代表，可能人家也比较看重。反正现在韩国的话是朴廷桓是等级分排位第一，如果还是李世石第一的话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曾经的第一了，因为没什么疑问了。那现在有很多人还是说李世石是世界第一了，这个好像反正没就说明现在是实际上是穷熊争霸，没一个统一的标准。对，那世界第一了还不是韩国第一了。不过呢怎么说呢，就是说陈耀烨和崔泽汉都代表了中国中韩围棋的顶尖的一种教风。也许过不多久陈耀烨就是中国围棋的第一人了。据说等级分要公布之前他不是第一就是第二了。那我们还是先来看这盘棋。先摆棋，把棋先摆上去。刚才是介绍的是韩国天元，那个崔泽汉是执黑。这个反正番棋嘛，惯例第一盘总是踩线。然后假如这是三番棋，如果有第三局的话呢，还要重新踩线。对，这次的日程安排呢是今天下第一盘，然后明天休息一天，然后后天大后天。就好像我们现在的比赛惯例是这样，对，这个日程都排得特别紧，就是说就怕万一哪一方出现2-0的情况，再给他当中休息一天，再排一天日程，就觉得太空了。是你说的，就是说日程排得比较紧。我刚才说是按惯例，就三番棋啊，一般的惯例来说是，比如说第一盘下，第二盘连着下，或者再休息一天，这样的话两盘棋下完，有的时候就2-0可以走了。还有一种就是下一盘休息一天，再连续下两盘。就是陈耀烨在这个天元上的中韩天元的对抗呢，今年是第五次了。
这是他第五次参加，这是第五次了、啊、前三次呢他是3-1一盘输掉的那一次呢，为什么突然就被你这个引发了我的感想呢、啊啊、就是他是输给了前年输给了朴廷桓，前年、啊、对，输给朴廷桓、嗯、由于当时的日程呢就是排不开、嗯、所以呢就是韩国方面呢就来那个跟我们商量，就是说能不能就是他是连续下三天、嗯嗯、如果连续下三天的话，每方如果是2小时45分的话、嗯、这个时间就是说实际上这个是非常疲劳的战斗了，所以呢韩方就提出来呢，就是说一种每方1小时、嗯、一种每方2小时，一种每方就是还是拼身体，每方2小时40，然后5分钟5秒的这种。不是你刚才说的日程排不开，我突然想起来、嗯、是不是就是差这一天，是不是？是，就是说对，是就是没有一个休息天了，就是连续三天要连续下，是啊、哦嗯、就这一天就排不开了，对，然后对导致那一届是改变了用时的方式，对，只有那一届是每方1小时的期、啊、然后陈耀烨呢当时问陈耀烨，陈耀烨说呢、嗯、就是你听那个韩方的安排，后来韩方呢就是采取了1小时的期、啊、那次呢是陈耀烨第一盘赢了朴廷桓，然后后边2连败是1-2输、哎、我记得似乎哪一届他也赢过朴廷桓是吧、嗯、对上过没有？那我上一届是赢的是崔振汉，对，也是还好像是还有朴永训吧、啊、朴永训、嗯啊、反正是他赢过、就是、赢过一届，先赢过一届朴廷桓啊，先赢过一届，对、嗯、我记得不知道是先赢是赢，是先赢过一届、啊、先赢，那就是他是铁原是3胜1败，这是第五届，对，那就换句话说一眨眼的功夫那个陈耀烨已经拿了5届铁原了，所以说这个天元对他来说还也是比较有缘，自从他从古力呢拿回天元之后啊，他就是已经是拿了5届天元了，对吧？那这样我们国家现在好像也没有明文规定有个名誉天元这样称号的，这个我就说法好像没有，有吗？但是也不一定肯定没有，据说马晓春那时候当他名人战5连霸的时候、嗯嗯、就有这个提法，是不是还给他发了个奖杯，名誉名人奖杯也有可能，但是就是加上别的比赛好像没那么提法。嗯，不过因为我为什么想起这个，就最近日本的小林光一，嗯，他是就举行了一个庆典，嗯，他有3个头衔，嗯，都是获得名誉头衔的这个称号、嗯、就日本人有很明确的就是规定，年满60岁以后就可以获得名誉的称号。其实我觉得这个提议也是挺好的，其实对于棋手来说这个也是很神圣的一个荣誉、嗯、对，不过很难，现在我觉得越来越难，对，就我刚才也没想起陈耀烨中了已经5届天元，如果说是那个、嗯、就是说挑战的话还相对容易一些，相对容易，因为这个是我们国家队内部就是做定积分法的时候也讨论这个问题、嗯、就是说你是打上来的冠军还是挑战的冠军，因为挑战冠军你是坐等在那儿了、嗯嗯、所以比打上来的要容易，相对的可能就是说要扣掉一点点分啊、哦嗯、就是那个国际比赛的积分，对对对、啊、是，嗯，行，我们还是再来看棋的挂角、嗯、最近中韩之间的棋手对阵啊，这个布局特别多，是最近嗯，就是在围甲中也出现过很多很多、嗯、就像下一步是二尖高架的，对，都是这样下的，嗯，今天本身比赛也很多，其实今天在进行的是济州岛进行的是中韩天元，对，然后在常德还正在进行的是中日韩名人战，对，那个比赛号称是世界名人战，嗯，叫的名声是很响亮，嗯，然后在这边还进行了我们国家队的农心杯选拔赛的最后一盘棋，是选拔赛最后，对对对、啊、那2个人是决定谁能够进入那个农心杯的阵容，那你说说那2个人是谁吧，嗯，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啊、然后庆典还在进行的剑桥杯的半决赛、啊、所以说真的是日程是非常的紧张啊、嗯、不，剑桥杯是半决赛，八强赛，明天是半决赛，嗯八蔡姨，这个的变化最近下了很多，嗯，是若即若离的来一个，嗯，这个走了这个吧，
这个实际上我觉得可能走到这之后啊，我因为今天中午在摆棋的时候，有人就跟我说，哎呀，正好在这一拖。我当时说，这为什么叫正好？就像您刚才说的号称，总是加上字总是有它特别的含义啊。正好我在想，这是为什么是正好？正好就拖了之后，可能这个位置会变得不是太恰当，所以说对，可以这个说。所以对于职业的来说，就是很能，我一说正好，曹老师马上给我讲解一下。其实但是对业余的来说，实际上还要跟大家讲解一下，是为什么这拖现在是正好。其实这个棋啊，就是之前就这个这样的一个进行到这样局面的时候，最近就出现比较多的是黑的是靠这个，这个这是我还没见过，我现在见的都比较少。靠这个将来是怎么下呢？这个是在围家比赛中出现的特别多。就是我们队，我们山东景致酒业队的那个范廷玉，他是就是黑这个的黑棋方，这个的白棋方他都下 过。对，姜维杰也出现过这样的棋形，就靠了以后呢，这个我可能摆出来，你有这个记忆了。还原了，这不是啊？这搬这个，他是这样。他这个虎这个跟搬这个是一样道理。他现在扣吃了之后提劫，因为现在黑棋全盘找不到白棋一个劫材，他只能搬走，然后接上。这棋形你肯定应该见过。这个棋形我觉得。谢赫也是下过。我觉得是对见过对。最近很多很多像是这样。就所以说这里有一个子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对于这边的类似于这样的变化来说呢，可能黑棋这个猜显得不是太恰当。因为这个棋它拖了之后，一般来说如果局部定型的话是黑的。不肯走这个。这杯虎的话，这个棋形本来就是说这样的话，他有可能会打在这或者退都可以。对，退也行，打也行。对，这两个。那如果现在这样的话，他等于打的话，这个子就受伤了。对，这个杯。这个杯这么，这个子的位置太不好了。对，这样的话就好多了。所以说，等于这样的情况，一般来说他不能接，或者只能接，或者只能虎，有点痛苦。对。就是走这边的话，这个位置肯定在这里好。那么虎的话也是，就是，其实心情也不是太好。对，有点其实有点软。也就是说，一般拖的情况下，黑棋是要靠出来的。这个也是崔志汉实战所选择的。等于说，如果靠出来的话，走成这样的话，现在如果这个脑袋冲在这儿的话，这边就不见得要走这个。对，应该是不走这个吧。走这个以后被白棋这个地方划一下的话，这个子。这个位置太不好。所以说有人说这是最好的时机，是这意思吧？对，是这意思。我觉得所以说可能这个棋，我不知道崔振汉对这个棋形的他的构思是什么，反正我觉得是不算太好。哎，照您这么说的话，那就现在直接在白棋没走之前直接走就可以了。是他们最近有很多棋局都是就是下到这个局面的时候，都是黑的，都是靠这个。但它不是靠这个，是靠这个。靠这个的话是一种长形了。因为走完，原来这我们跟日本棋比赛的时候，这我知道下的很。还有可能以政治有利的话，有可能可以虎。啊不对，这是拆二的，拆一就没有了。拆二的话有个点，是这意思吧？拆二这个点也有，反正是。那拆一的话就打掉。拆一就打掉算了。打掉的话，顶一个还跳。一般来说是，如果黑的这么走的话是，这个争子啊，应该说是就是说是，就黑棋有利。现在白棋如果有利的话，白的就可以这么红，也没事。但白的争子不利，白的可以顶啊什么，这是就是另外一种定型的方式。但是走这个的话，最近是出现了很多。等于说白棋不能直接搬了。搬它是搬这个吧。这个形状有点裂，对，走不太这个，这个应该是不能成立，因为街上这个棋形有点破碎。白的不好收拾，可能打在这儿，他这个是要的，打这个黑的，其实两个下法我觉得都能成立，这么暴打也能成立。那最简单的就跑出来，跑出来的话，等于黑棋白棋不能挡下去，挡下去被一打。对他，这个
这个黑棋的时控，那这可以拐一下还是直接拐回来？直接拐回来。这个黑棋时控很、嗯、很可观。嗯，而且白棋这个厚薄还说不清。对，等于是这样的一个棋形。嗯，比这个还好。那比这个还好，对，对这个的话，我有加过，嗯，或者再各拿拿掉一个，但这个黑棋还有用。有用，因为这个棋后这个几乎是没用，尤其是这两个之后，所以。这个黑棋的时控大，嗯，所以白棋就是当黑棋靠这个的时候，嗯，白棋都是想那像，就是很多实战中出现的呀，是拖在这里，嗯嗯，实战他是走的这个，这个好像有问题哦，就啊，对对，这个好像压迫也，就是不是特别着急，嗯，白棋拖。嗯，这个是恰到好处的一步棋、嗯、黑棋靠出来、嗯、白棋接上白棋进，这个当然是就绝不也是正常的一种定型、嗯、但是这配合好像不太好，对，现在整个回顾就这个地方配合不是特别好，这个地方一尖的话、嗯、白棋这子离着这个敌人远一点也是挺好的一个位置、嗯嗯、可能这手棋也许是布局中的疑问手。嗯，不过这棋通常它是如果长的话，白棋是拆一呢还是尖起来？好像都可以，都可以啊，都挺满意的。拆一也是挺实惠的，因为这地方总是觉得黑棋的幅度不太够，是有点窄这个地方。这地方如果这手棋在下边，那这样可能封上效率会高一点。这个壳，反正先止住你再说。你如果要破我的空，我可以跟你战斗。这样白的以后不需要战斗，这么一走就行。嗯，实战是飞的这个，嗯这个、他可能是贯彻这个的意图，连成一个外四。不，他是也有点让这个子有点面子嘛。嗯。这种地方就是说不能这个拱出来是吗？虽然我知道是，我觉得不太能拱出来。你觉得不太能拱啊？对，对呀，经常那你想可能远了一些是吧？人家想用力，这个他可以，这是不是对？这个时候不知道往哪儿走了。嗯，往哪儿走？往哪儿走不太好走。嗯，对，不太好走是。也就是说一般人有的时候会第一感要我这个地方什么时候战斗什么时候不战斗，有的时候因为现在啊你是跟专业的比较多、嗯、我有的时候跟业余看的比较多，人家经常会问出这些问题来，所以就你什么时候该战斗、嗯、什么时候不该战斗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当然就是比较简单的看呢、嗯、就是说第一现在为什么是战斗会说它不太好呢、嗯、第一因为这里黑棋有一个援军、嗯、然后白棋的这个援兵呢就显得稍微远了一些、嗯、因为你如果再近一点甚至于再近一点的话、嗯、那就可以走这个、嗯、这个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嗯、或者甚至于黑棋这个子没有这样有一个那我可以跟你战斗、嗯这但是你现在这里有一个子的话，就这地方被它贴下去，你如果在那边硬什么的话，它跳出来，你往这边长都可能都会是后手。它这个本来就要下一手棋的地方、嗯，早就有一个子在这里了。是。嗯，所以这个就看周围的子，黑棋太多。从子力角度来说。白棋不应该战斗，对对对对，从左右的配合来说也许也没有必要战斗，是这个子的位置因为比较远一些、嗯、挺好的，嗯，所以他爬、嗯、他长，嗯，他又爬了一爬，这个有点四应手的意味，嗯，正常的话正常其实这地方当然从控上来说是想顶上的、嗯顶上，但是还是就是有一点点薄吧，这地方留下一个断点。嗯，这也有个断点。对，这里也有一个断点，它可能也会脱线，可能挂这类的。也就是说，你顶住的那个目的就是说为了控了，你控为第一位，嗯、对吧、嗯？这个呢是以外四为第一位走。这个因为这毕竟有点薄。这个偏向于控、嗯，但是它就是这地方这个黑棋是必须是要补一个的，不补是肯定 是,、嗯、是肯定的，那随便搬出来了。所以说白棋这个盘呢是有点失应者的意味、嗯看。也就是说，它是注重于实地还是注重于外四？对，嗯，实战它是挤了一个。挤一个，嗯。
因为这个顶住的这个哪天真正有力搬出来是挺厉害的。对，搬完之后，因为这个地方是要倒进去，它接上，然后这地方还有一个断。它实际上是挤了一个，来起虎。这个从感觉上来说，黑的实战这么下呢，好像选择是对的。因为这一代黑的，不管怎么还是偏厚。而且走在这还需要花一手气。可以白棋，写了是一个是我觉得可能在这一代，一个是在那一代。这个当然是很好的点，都可以去走这个的话。连成一片了。但这个点该怎么选呢？他写的那个点也挺有意思的，就是说你能告诉大家这个点该选在什么位置上？选择。如果你下，你选在哪里？我可能会跟他一样吧，他是在这里是吗？是这里吗？是这里。对，我大概也会下在这。因为下在这儿的话，好像有点偏中间下边，这个大飞别太好了。也就是说他选的那个点其实是应该说是非常好的一点，因为他选完之后别人没有下，你看他，你如果选在这儿的话，别人会毫不犹豫的就逼出你了。就别人没下我也有点奇怪，你觉得别人还是应该先逼一个，再怎么难受也得逼一个。这当然现在是没什么心情往这逼，好像是是，就是如果他还从往这逼的话，那白棋肯定好高兴。这逼这个他是准备怎么下？漏一个，漏一个，他是盯还是盯一个？这个的话，我觉得有点怕被你挖。因为有这个字关系可以挖。挖成里边打的话，有点。那白的还行。他可能并白棋总算是没火了啊，或者单挑。那照你这说，就是你刚才就算刚才那么摆完了，那个你这个黑棋是不是要守一个？他会不会担心？上面肯定还是要。就是说白棋已经分正过来，或者分的话，就是白棋是不是已经把它打散了呢？会不会有这担心？会不会怕落后手？可能。不见得是绝对的先手。对，因为这个时候这地方总要走一手了。对，不走的话，是点在这儿或加在这儿，都黑的都挺难受。厉害一点是可以知道这儿瞄了这个段，是就是这样都挺大。怕落后手，有这可能性啊。那不走的话，那就是假如在这一带就让白棋这么轻描淡写的一个分头，就把黑棋这地方已经不太好下的话，那黑棋这个外输的效率肯定不够高。这就是围棋的，有的时候经常跟他讲，围棋是如何推理的，就推理出他前面有可能会有问题。对，因为这个后势他很可能无用武之地啊。实战他是挂进来。挂进来当然也是有这个想法，他是想这一代的后势发挥一些作用。这个时候白棋是普通是飞一个了，对，那白棋有没有可能就是怕人家这边有外势，有没有可能什么跳起来之类的下法呢？有。经常会问啊，人家会问是高该走高的还是该走低的？这个当然是最初级的。这样一走的话，人家一藏起来，对这个只是肯定是有伤害的。对，可能一般的现在基本上水平都很高，基本上这个一般来说不会下。对，但是就是说是先走这个好，还是走这个好，还是走这个好？这个有什么区别？凶一点当然还是守住脚了。你说凶一点，这个又加了个副词，你凶什么叫凶一点？这个有点防守的意味，那就是让黑棋啊上面施展手段的余地比较大，它可以双飞燕啊什么的。那就这凶一点，那人家会说你不对，这哪叫凶一点？这叫防守。凶一点难道不应该是单关吗？不是对别人攻击就好一点？单关它又有些别的变化，可能会飞。飞如果你接三三，它可能就穿一。它跳起来。这地方你肯定应该还要跳，好像要跳好几个。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他就说跳了好几个以后，这个时候由于黑棋这边那个比较厚，实际上白棋这样才是更好的，反而将来这边有厚了以后可以逼下来。对，其实他现在要逼也能逼，是这意思。对，是这意思，就是平时的时候这个地方可能是这是比较属于凶一点的，现在这一点看着不凶，实际上更凶一点。对，这个一直在转换，凶一不凶也在转换。那实战他这一招是不是凶一点？
实战上就下在这里、是吧？还凶是挺凶的，但是还要看它的效果。我发现你的副驾驭都挺好的，凶是挺凶的。对，他这个东西实际上我对这个口吻是对他稍微有一点点贬义，稍微有一点点。对我们两个没有讨论过，但是我后来问过他们，他们说这棋不见得好，还不如就这样呢。谁说不见得好？有棋手说，刘星说，刘星说还不如这样，因为后来反过来推您的棋不见得好。是不见得好，因为这棋可能他的心态是这样，就当他小飞的时候，他可能就黑的就不愿意那么下，觉得被他跳出来。你要这边下棋的话，第一左上角，白棋这三个纸没什么影响，所以呢，他是想下一些新奇的一些，所以说导致他没有这种心情这么下。对，当然可能也只能那么下，是有这可能。所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应该说是陈耀烨对那个崔振汉是比较了解的。陈耀烨的棋，今天我们还在讨论，我跟于斌在讨论，就是陈耀烨跟于那个为什么跟崔振汉成绩那么好，两个人是5-1，这两个人差不多的水平情况。历史战绩就是5-1，对，五胜一败，就陈耀烨成绩那么好的原因，就是说其实很多棋大家水平都差不多，有的人说他是他的克星也好，诸如此类，可能跟棋风也有一点关系。对，陈耀烨的棋风是什么？是这牢牢的把时控捞住，然后力量不差。力量不差。对，崔振汉的棋呢，力量特别大。但是被时控捞住，今天这盘情况整个轨迹也是好像陈耀烨把控一捞，好像真也许心理上也出现一点阴影。下多了，下多了，是这个就是胜负之间啊，在水平差不多的棋子胜负比较悬殊的话，是会心理上是有些变化，也会有一些是吧。他实战他是走的这个，这个是我的感觉，也是稍微对这手棋有点疑问。这白棋飞，这肯定要飞出来。黑棋既然走了这个拖了，这个下的特别强，但是你走这个不是这个棋现在不会走、这个、现在不会走这个，现在走这个的话，人家就是不是就普通的吃了接住就可以了。还是挡下来，还是挡下来也行，接住也行，接住比较简单。这样的等于说是他不能再走这了，这样的话就兄弟打架了。这个就黑棋不太好。对，你这两招不在打架吗？但是你不走这个，好像也不太行，这样另一个也不太好。这个好像也不便宜，被挡下了吃掉。对，一般来说像这样的，就是黑棋外势的这样的一个中心点，开拆被对手走到了，都不算太好。所以说他总是希望能够战斗，但是这个战斗黑棋的话，我觉得略微有点勉强，因为没有什么劫财是吧？对。那这棋实战的话，如果说我走这个，你肯定要踢我吧？先再说，那我吃你一个，这个时候是劫，对。然后我踢过了，我也说这个时候劫，后来那就不就是劫了？那你大概是？大概你说我大概会下哪里？你一个是用墙这个，一个是这个。不，我走这个我有点怕你接上，我或者走这个接上还是什么？我就接上。会吗？我接上也可能。是不是可以的？我觉得你也没什么特别好的迹象。对，我这班可能不算。那你要退，你要退的话，比如说，我直接走这个。哎呦，你还有接？我没接，我比如说走这个，那你这时候只能接住了吧？然后你如果接住我，如果把你这么顶死，反正什么结果我都觉得好像都比后来那个结果要好。对，你或者反正这个结轻一点嘛，轻一点的话回旋的余地就大一点。是，不知道是不是。一般来说这个棋是要做一个结的对，黑起来说，然后正好就是提劫是刚才这里有个打是一个劫色，再提回去，然后把难题呢就留给了白棋。白棋是下什么？因为这地方走了，走这地方不走，被打一下。那你我刚才是很想搬了，搬到这个街上。
你是接哪？你是接、啊、大概可能接着被我唬一下，你也受不了。接着给他搬不好是，所以这棋好像有问题，搬这个好像不是行，真的只能退。退的话，你马上就开劫是吧？我是这么琢磨的。啊、可能也可以，就马上开劫，对，能不能硬啊？那这个退。你硬一个，那我就骑过来。反正我如果打赢了，我这两个也还好，这样的就这么一照过去。嗯，还好是还好。但是我这个劫财白了，只要我再看这劫财不好找。你劫财只能冲这个，大概是、这个是劫财、这个搬不是劫财。搬我肯定不理了。但是冲完我再提过来。好像白黑的劫也不太好找啊，也不太好找。黑的劫真的也是不太好找，不能，或者不能谁，或者但这两个有点损。那你第二个你就要倒上去。对，这个好找，但是但是他吃掉你也对，这我劫打起来就很无聊了，不能把这个当成将来打赢以后能攻他。他中了，万一冲一个，等于说你这打上去是必须，基本上是必须要打赢的。对。下面黑棋会找两个劫财，这走两手能把它吃了吗？吃不了。比如说我这走一手，我再一粒能吃吗？应该吃不了。我只能藏。我这个挡不选手，这靠肯定靠得去，对吧？这外边这个太薄了。挡一个，你要在这种角里，我一靠就出去。你对，总肯定是跟一个吃肯定吃不了。或者就这两个大是挺大，但是脚里是有个打结的，就这样就白棋这个是接上。那好像白棋好啊，还不能也有点难度这个棋，就他现在看来可能是他是退，他要不就是什么照照结之类的，这么先贴出来。贴出来的话，贴出来也可以贴出来，他会不会就跳这个？会。这个这边走的太多了，这个劫反而就对白棋来说就变轻了。因为如果黑的本来打赢的话，这个好几个子黑的都不用下。不用那么。这也有难题。但实在这个的下法的话，我黑棋好像总是稍微过分一些，总觉得。就是这样整这个藤萝，有点烂子棋的味道啊。是然后他是吃，他吃他接住这个感觉上确实是，我觉得当时刚打看棋谱的时候觉得黑棋这个很厉害，棋形好像白棋挺难下，这被扳住了。对，所以可能他当时可能也是这么想。对，因为做初看的话，这两个扳黑棋只要对，你要走这个太爽，正好在那个点在这上面。对，所以你要走这个，这边有些先手，等于正好又扳住了。所以好像是白棋，我当时看网上解说的时候，想说白棋很难扳。所以说这个不能说是白黑棋下的不好，是白棋下的好。这个是很难让人发现的。这个断一般来说想有点想挤。挤这两步棋太亏了，被如果搬着。对，关键是底下那步棋没棋下，你走这个的时候，走这个他我可以取下去。走这个就是他这个接是先手，换个话说，对，简单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直观的摆成这样的话，这两手一人一手啊，对，那个这个底就不能成立啊。你现在所以说如果接跟他挡，如果他的交换的话，这个底就很差。对所以这手其实有点盲点，有点盲点，先送两个，这手棋可能崔泽涵也没想到。对，反过来说，像这种地方可能就是陈耀烨强的地方。他是很冷静的一粒，然后就看见这个断。等于说，对于他来说，他打了接这个的，打这的时候，他已经把这看清楚了。对，这个情形应该，这个黑棋来说，他要做劫，打了再打这再虎这个，就是黑棋，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想到白的会断这个，但是这个图肯定。黑的是预想会下成这样，对，他
他肯定一般来说会觉得双方都觉得正中下怀，因为他要打这的时候他肯定要看见这个东西，要不然这个明显包进去，如果在这地方火起的话，我估计这棋也快下完了。对，然后才断。这断它好在什么地方是吧？其实那黑棋挺难赢。他好像只能吃这个。只能吃。又没有别的棋可下了。可以下。吃，而且长，这大家会一看，这棋被贴死了，怎么就叫好呢？等于黑棋起到，白棋起到了，通过这个断，起到了一边出头，一边把这边守住。对，通过气两个，这边它可以出来。接住，把这个投出来。这棋，就是棋协看到这样，其实就你刚才说的，陈耀烨为什么对崔子涵胜率会那么高？这个可能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棋，陈耀烨就是会赢得比较顺利，因为我们看通常来说，可能觉得可能还是一种。两分的局面吧，或者说是种转换，黑的也吃住白棋两个，但是再仔细看看，是这个黑棋的外势啊，实在是不好发挥作用。黑棋的空很实惠，就你刚说的啊，白棋的空很实惠，我讲反了。就陈耀烨这空捞得很实惠。这个又有出头。那借着你的话，我就又受启发。你刚才说两个人之间这种差距，可能跟那个心理有关系。我们现在没法揣摩，不知道他们的那个心理。我们来揣摩一下，就是说黑棋是不是搬的时候没有想到会下成这样，还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就其实这两招棋后边这个，跟这个断的意思一样，都是就是说可能没有想到还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两招的话，如果有他如果看见这个后边的变化的话，他绝然不会下这个棋。如果他看见这个翻的话，我觉得，要不然你现在的棋，你如果比如说吃掉的话，你这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问题是这样，现在这棋太很难下。就是说按棋的流程上，对，你如果他后来实战，我们给棋友们介绍一下，他是顶了扳了，这两个稍微有点熟，但是。初看也是蛮厉害的，对啊，因为他这边是算比较强，然后他不愿意外边走。那么从这个棋形上来看呢，如果说放弃进攻呢，黑的应该外扳。对，应该就发跟这个意思是一样，应该是走后势，但是后势就像刚才这个后势这地方有一个字，现在这后势这地方有个字。对，并且你还是再走，不得后，走就是后势。对，是。所以这个又没什么效率，所以走到这儿的时候，黑的真的有点痛苦。那是不是只能照着您刚才说，既然这边已经走成这样不走了，然后把那个边逼住再说呢？有可能，但是这棋呢大还是大。你要跳的时候，我有可能就断你呢。对不起，我是随手摆了一个。不是，你正好让我给大家摆一下。对，摆一下，这个太厉害了。这个断了，我这手棋白下了，我还吃被你打手。这个是应该长的。那长的话，黑棋这块棋也不见得就是后是吧？现在肯定不能上后，一旦被黑白长到这，你就一个眼。你如果还不走的话，就白棋以后这一带的下进攻你了呀，下法多了，外棋外是这里棋失控这里来进攻，这个地方下还是要下，那下什么呢？你又不下这个，又不能下这个，那你下哪呀？你也不知道往哪下。不是我要下去下到这样子，我就觉得我很难受。如果我下这样黑棋的话，所以这个地方总体上来说，这个左上角这个战斗下到现在这个局面，应该是白棋非常成功。但是。这个后边这个下发，好像我觉得是白棋其实，本来还我还没看清楚，现在这样的话一看，白棋是很舒服的。我觉得这有点，这被一走，当然是因为白棋下的好，有点兄弟打架型。你不能走这个，大家一看就知道不能走这个，对吧？走这个这一般，两边那个，
而且这个下完了以后，我一跳，这时候能跳了。对，你这个棋也没活，我当然顺手把你先把你打进去，这也可以先打，不用打了，这打了我可以接住，没任何关系。没关系，这时候就没关系。我一护这个两，你看等于是拱的这个形状过来，这肯定不好。对啊。但是像陈向燕这样的手段，也不是一般人下出来的，对，也不是说是一目了然的题，就是比如说这个时候，让大家出道考题，让考一下白的下一手，怎么下？这个对，那不见得每一个职，就是不见得每一个职业其实都能下出这。对，一般的人说不定业余的还想，哎呦，这有个劫，打劫。因为这个直接跳出来，跳出来很有可能是正常的地方的，但跳出来的话，他就算达到目的了，他这地方空挺多的，是，然后也蛮厚，对，你这地方还有个瓦段，对，就是这地方有瓦段，如果你藏这个也显得就笨重，对跑呗，这样就是一种成功，是，那他的后势就正好发挥作用，是，所以说人家陈耀烨下得好。对，但这棋也真是白棋，真的也是恰到好处的，有他实战的这样一个手段，就是除了这个手段之外，很可能就白的不是太好，是吧？对，白的不太好下，我因为你这样的段肯定不这个被打，当你直接接住的时候，估计这棋就不太就是是这意思，所以说你也不能立，是吧？立你这下面眼位也不够，所以这棋。这个真的是恰到好处的一步棋。介绍，别人说一路搬下的非常精妙，紧凑。现在年轻棋手这种棋都是非常厉害。对。他实战忍无可忍，走这个。因为他也没棋下，就你刚才摆的这个也有点不太像话，就被他正好一胡。那没别的棋，因为一打是尖手打过，那他拐这一关，这个这棋有点痛苦。哎，我真有可能将来打掉你，我这爬完是活了。对，走完这个你提一个，我再搬一下，然后爬了活了。是可以。所以这个黑棋不好像也不太行。所以黑棋是咬咬牙打上去，但这个劫呢，对黑棋来说太重了。这两个没打掉，我们刚才打劫的时候摆。现在打吃，他走这个，他走这个。如果说是他打吃，他当然不能打吃这个了。很想打吃。他打吃这个，我提过来。现在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劫财？这个我也很想找一下。这个你难道是把我这个提了？我是认为是劫财，然后有人认为不是，对，有人认为这钱也不见得劫的。我比如说，我不知道你跟谁探讨过，刘星探讨，刘星说这也不见得是劫财。我是觉得就算是劫财，我也不怕。就算是劫财不怕，那你就我比如说，我现在打这个，不觉得损。损完了，我在将来我还是能暴动的。我只要把那边打赢了，我就暴动。这没有再提了。对，我只要把这打赢了，我这一接住不是随便就出来，怎么就不损了？我接住肯定是不会。我如果把这吃掉了，我这接住就不会损了嘛。现在他这个接才不好找，就不好找。他有可能会提这个是吧？提我就提掉。那你还得这还得走一个吧？对，还得走一个。但是这个是怎么样？你这补一个。这个谁好？这两个。这个好像白棋好像都是有点死。有点死。那就行，那我们就提。你说你刚才。就把它提掉。刚才就把它提掉。把它提掉，把这个提掉。我们直观一点，你还提，我再把它吃回来。你大概只能顶。对。然后我提过来，大概是这样。我又没有接了。你解绳子这个。那这个是接住。这怎么样？这个是一个很大型的一个变化。上面现在白棋实控是30目强了，已经不算这个。余力已经有30目强，40来目。这判断是您的最拿手的。这白棋好。
白旗行、嗯、对，所以说人家说他不见得用那个挡住，所以实战他是实战他那个当他走的时候他就提过去了，嗯，但是这个打上了，这个我知道肯定是黑棋白棋号，对，这你只好再提，因为这个等于说这手打跟这手拆二基本上是剑和一人一手，嗯，白棋不怕，等于说两边都能走到一边，没有致命的，这个被他是飞的吧，嗯，跳的飞的飞飞是先手，对啊，这要被搬出来了，对，所以黑棋必须顶住，嗯，白棋高高兴兴的，您一直没走，他拆到二了，全局这个肯定是白棋好，这个太高兴了，嗯，太高兴了，嗯，不是你刚才一直想走吗？等于这边走到那边走，是是是，然后这边又不损，等于拆了个小飞，然后这边又跑出来了，对。对，所以这个就左上角这一带的战斗，白的便宜挺多的，就嗯，这一空不够就下了，嗯、整体上数不出什么空。哎，你看这棋，他还是在脚后跟还是飞了这个，好像全盘也找不到别的大的了。啊，总是还是要逼着的。那还有一个当然就这么长一个，这跳一个。长一点，那我就拆一个二嘛。嗯，可能跳一个好一点。你如果拖我一个，我再拆一个二。哎，就是以后可能是有拖的。嗯、目数挺大的。跳这个的目数肯定要比这拆二要显得实惠一些。嗯。因为被打住之后，这地方一会儿万一被他提过来的话，整块眼位又不够。嗯。白棋黑棋好像还是像，我觉得还是交换角战线会长一点，就黑棋跳这个。嗯，跳的话时空肯定比那个大。白棋大概也是要拆二，然后黑的有机会人家走就再走嘛。嗯。那他有没有会想，这个反正你这空虽然是便宜点，但是我的空反正总是不够了，所以我就往外边走了。也有。有没有可能这么想？因为他是相对来说，更。就是注重一种那种攻击的那种态势，所以他对相对于人来说可能会觉得目数上考虑的会少一点，有的人是专门看着目数走棋的，当然有一点不同，是，但这个还是挺对，这个加一说太诱人了，这个可能还是跳在一路上，黑棋跳一路战线长一些，嗯，这个黑棋走这个白棋一路棋马上就挡住了，对，白棋挡住，主要是尤其对陈耀烨，嗯，陈耀烨是个太喜欢这样的棋了，也就是说对他的时候你不管怎么样你也先把它这本身就大，这个是更要注重于这个、这个跳完如果能够顶着了打掉这个目很大，多少目？15目左右，嗯，15目左右，还有眼位的，而且至少是一跳以后、让他心情上觉得没有拿着目，心情不太舒服也是好的。对，是跟着对手的那个。他现在这个陈耀烨很高兴，嗯，又打上，心里就安心了。嗯、然后白黑棋只有对正了一个，嗯。你觉得这招棋怎么样？好像你探一下棋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好像没地方可下，只能下在这儿。就你就说的是对了，就这个点不算太好，但是也只能往这下。这个、对，因为没有目标了，他得找一点目标，因为你空不够嘛，得找一点目标啊。所以黑棋刚才跳掉，首先还能再耗着下吧。嗯，战线可能我觉得会比这个会显得长一点。白棋跳出。白棋跳出。这个走了，后来走了一个局部，黑白棋常用的一种下法。嗯。一尖。嗯，这尖的他的意图很明显，嗯，就不能让你挡，嗯，一挡的话他就一长一冲断，一长一冲断，对，断是断在里边的，肯定啊，是应该断里边，我还断外边，我是觉得是断里边都可以，断里边当然是更好，我想断在里边、对，断在里边才应该要吃掉，就这个被爬出来太不像话。嗯，不吃掉也不好。嗯，吃掉因为白棋三个子不活，那也不这个还要跳。嗯，所以这个地方
就是对付这个骑行，这个小尖是一个蛮严厉的一个局部的一个手段。白棋如果局部实在要连上，又能不能连上？这小尖，那就这骑行眼位不好，眼位不够，对，小尖。哎，小尖，如果我再靠了冲，你就这个不接了，是吧？靠是吧？靠冲也可能会有点变化吧。对，但是只能说可能啊，就骑行上也不好。你刚才说的靠，当然也是很严厉的这个。你肯定是按推理是不能接了。不接，我也不知道像。不接你也没活干净。对。你的吃在这可能，吃在这活了。仍然被冲掉，这个局部肯定可以解释成功的。所以很难赢，局部来说被小尖这白的确实很难赢，因为走这个也是头已经也是一个软头，但这个你要吃这个的话，这个地方它不见得马上下，但是下的时候就把你分断了。就看外边走，反正你总是欠缺一点。所以他这个实战这个下法是。我印象中这个其实这个局部下的最多的是就是小木大飞挂钗一震，那其实经常会下出这个形状来。对，你可能说的太快，其实我们听不清楚。就说到就在这摆，没几招棋。对，就这样的棋，一般来说以前在这边逼住挺多的，那个左上角是黑棋的星位，然后黑棋一震。然后黑棋接着，可能大家见的比较多的是这个形状。对，是。这子往往当黑棋见这个时候，白的也是在那边腾挪，不怎么正面。是。赢，正面赢，因为马上他就有刚才的手段。走这个他也是尝了冲断。这棋陈耀英的下步下的挺漂亮。对。对。其实他就是为了让你，就是这个形状的一种，我是因为以前那种形状也见过这下法，常用的手段一般是，比如说一个是拖这也是一种。对。希望通过这边，然后把这要稍微腾挪一下，不能马上就下在这种地方。是。所以。曹九段现在半天不摆棋，是让大家想一下这棋。一般来说，白棋记住这个形状很重要。摆吧。他摆了这个靠。这靠啊，后面的棋因为马上就要下，大家能看出来。那如果我这棋是长一个的话，是会白棋走什么的呀？白的大概是搬吧。我搬。应该是要搬下去，我要搬，不搬起来是不行。接住。那边那个就烂了，他冲，走不动，是，反正就是，因为我这边比较轻嘛，你那个这个脚，他把这个脚吃了，太大了，这个，这个字肯定不能要了这个断掉了，这个吃掉很痛，所以长是有点过分，他实在是挡住的，那如果我搬这个呢？搬这个可以，搬这个也蛮有。第四的棋，搬这个的话，我会不会这个？我是就受到就成立了，那我再接住。然后无论你走什么，我走在这，然后再往里藏，有没有可能性？有可能性。我不知道行不行。我这里先捞一大票，只好被你捞一票。然后这地方也就藏进去。有没有可能？有啊。要不然我这边先动，不知道先动这边还先动那边。就是说，如果你先搬这个，不知道先损哪一边。有点困不困？可能还是不动好吧？还是这样？还是你刚才这样？因为你这边先走，好像太损了这个脚。先走不好走啊！你现在如果他下班的话，下班走什么？可能你直接走这个，直接走这个。你说的对。如果直接走这个，它挡住好像也不行，不行，不太行。如果这搬这个太损了，是吧？搬这个，对，搬这个太损了，你交换着也没什么。交换着不是能渡回来？渡回来不要打到这里，这太损了。对，这个也不行，被他正好一尖。挺痛苦的，这个没有，所以这个对的，靠一下去的这个是挺好的。
实际上都很好。反正他把骑马看刚才那个图是白骑好，冲到虎牙再藏进去了，就先靠一下，就这两个交换就便宜。嗯，所以实战他是挡，嗯，挡住那当然白骑的腾挪是挺轻松的。嗯，他扳机。无论黑棋吃哪，白棋已经都可以了。嗯，等于说你拐刺它就爬回来了。啊，拐刺它也能爬回来。嗯，拐刺对，爬回来也行，它甚至接上都有可能。你这个已经很大了，这个是本身目不比这个小，这个是，它所以它是断打。嗯，它退了一个。嗯，断打它现在不能走这个。只是他就把这个吃掉，这个吃很大。嗯，这太损了。嗯，他腿这个袍和这个连着结合了。嗯，掰了背着笔棋，这地方白棋处理的很简洁，但是也非常的有时效。嗯啊，黑棋我觉得黑棋这个进攻不便宜。嗯，对，反正白棋获得了先胜，因为吃完以后上面还需要补一个。那这个就只能这样定。嗯，定型了。这肯定要补一个。拆一个，对，这肯定要拆。因为白棋这一代的眼位已经很丰盛。嗯，活棋。白棋先说。这好像也没什么大的，啊，嗯，可能中间需要走走，对，你中间这个跟这还稍微有点虚目，然后这个还要让它补起来有点累，比如说这边走一个，嗯，白棋搬了一个，这个是先手，嗯，走在中央是吧？嗯。这看上去觉得堂堂正正的，但是你这个时候诸葛亮这棋是不是小跳一个，是不是更稳健一点？但这个好像没有人，如果是没有看过后面对局心理的话，没有跳这个，估计80%的人全往这一跳。嗯，但我觉得这棋后来的按事后结果的话，这棋跳到这也挺好，这能点着一下挺爽。如果在这边再来一下，对，他当然觉得这个如果你没什么对也能很严厉的冲击手段的话，那当然这个好，因为走这个的话他有一点点就是说不太满意的地方，这地方他可能以后会从这里搬过来。嗯，搬过来的话你不管你走什么他一连搬连搬一退也行，这个断是先手，你这早晚要补回去。那么这一点后的话他总是希望你能这个呢，他主要是防止了黑棋从这边过来。嗯，黑棋这样过来呢，就他的心情就变得不太好了。嗯，他这过一路的效率总好的，是吧？嗯，当然从事后结果来看，很可能就这个好。嗯，那说明人家后面就这种地方，就是其实最那个崔泽汉在围甲的成绩是非常好的。对，他整体的因为在韩国也是排列在前四位的，所以说他这种地方他挺强的。嗯。一般人不会去考虑到从这个时候自己脚跟还没站稳就靠到人家头上去了。啊，对对，我本来是本来想在这个这下到这时候棋后就告一个段落，然后可能让棋迷朋友们想一想黑棋出什么严厉的招，怎么样冲击白棋这个拆二的，稍微有一点保。现在你把这已经那我们可以反过来说，白棋该怎么办？对，白棋该怎么办？因为白棋这个地方，因为黑棋现在外围很厚，并且黑棋呢，这个处境呢又处在一个追赶呢，对，稍微有点机会，它绝对会咬住你不放，因为形势不好嘛，好不容易逮到机会，特别凶狠的出招了。嗯，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回来看看白棋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应对这个崔泽汉凶狠的这个一靠。嗯，那好，我们待会见。正常的第一感的话是应该是在里边搬。那里边搬一般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用考虑了。对 对。那就是说，一个是顶，一个是搬。第一个感觉是明白搬。对，那个搬的话，能成立就很厉害。嗯，
般的话白棋吃，黑棋杀。这个曾子应该是黑棋有利，黑棋可以跑。嗯，也就是说，这他的先决条件，他就是可以。对，他可能只能退。退的话，这边这个由于通过这个靠，其实这个断点已经补掉了。补掉了。对，你一断，我可以夹死你。那我这样压你一下。嗯。如果你这个地方你的虎还有，他虎手法有点熟，有点熟，不见得便宜，然后跳在这地方。等于说我这半是先手，他你要走这，他可能还是接。接住，那我这个时候就跳在这儿。这个在黑棋的汪洋大海里战斗还是蛮愉快的。这个黑棋就是肯定是逮到机会了吧。也就是说这样的话，上班不是，那上班我能不能从这打出来也没用，两个断点打不了。对，等于说你断这，我你走这，我一断正子有利，你走这我拐住了。那就不能搬，那只能下搬。对，他实战搬这个下搬的话，我能实战是断的这个，好像对，这能搬这个吗？搬这个他要断打这个。你是要藏这个，他把这个接上，就这地方有个打的断进来，然后这地方有个跳，是这个白棋就渡过难关了。实战黑棋是断这个。断这个。你肯定是不能退这个，那种是打这个，对吧？退的话就被冲过去了。对。你只能打这个，那就跑出来这一下退离。你现在肯定不能吃这个，这没断点。这也不能吃。正常是吧？反正就这样子，就是说肯定黑棋便宜了。黑棋通过这几个子，就是先手把这个断点补了。对，现在不还吃个子，总有点木。嗯。当然，白棋呢也不算有很大的损失吧，因为这个棋，他也找到了这么一个好的一个防守的方法，这个扳，然后就弃掉这个子，应该讲也无伤大雅。但是这棋现在就有点困惑。这棋正常来说，您刚才说这地方掰了很难受，但你正好这个断点补起来，这一跳补住了。对对。但是呢，实战后来这样又没有补住，但是你又不愿意接，这被掰一下，你又不愿意飞，飞好像还是没补住。所以好像这还是有断。有点没补住，对。这个是补的比较。这呢，他就是来这边点你一下。确实。你只能接住。对。其实后来这结果，其实当然应该跟后面结果比，白当然应该补在这儿，没什么大问题。就是甚至接，就是最笨的接。接的话，你不是有搬了搬吗？搬了搬就我都给你啊，你这个是你的呀。当然这个嘛是心情上好一点，你帮我可以搬。搬住你，是吧？这个也是可以，因为这个棋呢，我不知道陈耀燕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点点误算。对。很有可能他有一点点误算，也未可知的地方。一个就是说，包括他这跳也好，这个跳也好，就是有的时候在局面那个优势的情况下，他容易产生这些。对对对。会有点小小的轻率，但是就是可能这样。不过像这样的轻率呢，就是我想对陈耀燕这样的棋手来说，他还是有一定的就是说敏感度的吧，他觉得应该是可以下的，不会有什么大问题。这个最基本的判断是对的。比如说他跳在这儿，总觉得这地方也有点薄。当对手正出招的时候呢，他亮出这一招以后呢，反正也是度过了难关嘛，可以那么说。也没从棋感上来说，这种跳也好，没有特别大的毛病。对对对。但反过来说呢，就是这种地方呢，也可能是崔振汉比较强的一个地方。是。我们说了半天的那个，其实是影子，然后就为了来说后边的，他是他有这个班，他搬这个。这个搬是挺可恶的。这期如果说是你接这个，他接这个，对，他提，他可以打上去。你这个地方本来当然是接就没有三个四，但这地方产生一个断点。刚才白的补的话，我补在这儿，这里什么毛病都没有。你现在就这地方不能接了，那是很讨厌的一桩事情。你补这个断点怎么补呢？被他提过去，这个棋要被打赢，这整块棋都不活。
全包了，并且这个空也很大，这地方。所以白棋实战是提白棋实战是提了，把这个提了，黑的当然是叫吃，吃白棋现在是吃在这里。这个总是多吃一点好一点。你同样的意思，你走这个接在这，意思是一样的。吃。黑棋是断了吧？这个棋黑棋断了，对。白棋只能提。把这提，对。黑棋铲除。这个呢，其实我觉得跟刚才白的这个跳遭到黑棋的这个靠反击的意思有点雷同，就是黑的是有点收获，但是还不至于就是根本的逆转形势。因为白的这个提了两个，它本身收获也是时空上收获也挺大的，就是但是当然黑的应该稍微还显得大一些。对，因为等于说是你跳了一个，我在这边走一个嘛，你先跳的，我能走成这样，应该是黑棋局部还是便宜了。对，掉在这儿是吧？这个掉在这儿的话，黑棋显然是要出来的，就是说这个位置该怎么选择呢？比如说这个行不行，还是一定要掉到这个位置上？它是应该是基于一种判断吧。对对对，基于判断，一个是实力的判断，一个是这个战斗的判断。对，后续的就是黑棋如何对这个子进攻，他觉得这个子如果处理起来很轻松的话，当然能越深入就越好。这个的话觉得好像浅了一些，就算他这么围控，他围得比较舒服。这样的话，其实这样的话他就不太好围。对对对对，因为围这边，我觉得这种地方真的是挺难的。我们一摆好像挺简单的，因为我自己以前下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棋就选择哪一个点其实挺难的。对，现在不有一点的判断还是比较容易的，就是白棋我外边都比较厚，这边都有强有力的后援，所以这地方他进去的话就是不太怕。这个怕就怕的，有的时候啊，这块棋就是半死不活的，就是说你走一个是厚了，不走的话可能还会被对方破眼位，然后你这地方进去太深了，又容易遭到对手的缠绕进攻。现在这样的棋，我想以陈耀英的棋风的话，他绝对会下在这一线，不会有什么问题。也就是说，这进去一个是人家正好不好围，这是一个好点。第二还要根据周围的形势来决定，对，免得到时候万一这两边薄被人家左右一缠牢死一块。是，现在这个其实他只要一个缝隙钻出去就是胜利，白棋不太怕。这个两边都挺厚的，这都铁活了嘛，都铁头，这铁头斩在外边，但黑棋也没办法，也不能这么围。他黑棋所以有点小难过，他是跳出是吧？跳这个跳这个也没什么目。白棋顺势一跳，黑棋一切，白棋再一跳，是这样吧？他是先刺了一下。吃完了再跳，大同小异，吃中他的圈。当然从这几手棋你可以看出来，白棋下这个是绝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那黑的憋了黑棋这里下两个，这对无关痛痒的棋，101还数回了，这下数回了，这个肯定白棋算成功的吧。他还没白棋吃了，这个提过了，免得哪天生虫了被直接打趴了也可以。对，这个劫，就这个劫对双方来说都有点讨厌。白的也瞄着这个直接能够打，对，黑的当这个劫在黑棋手里，他也瞄着直接打，是基本上可能都不太愿意给自己接回去。对。其实这个劫就是相互有顾忌，对，就跟周围的厚薄有关系。但这个提劫的时机也还是需要考量一下。就你如果真提过去，对对手没什么大威胁，你也不敢开劫，只能接回去的话，对。但是另外一个，我刚才突然在想，你说时机有关系，如果这棋不提啊，他这无论怎么补，到时候他会一劫就直接那个。
这个时候会这样是吧？啊，有没有这可能性？因为他想补来补去补不好，一补一翘都有、嗯、都有直接的那个，所以他先实际上从这个角度他是先补一下而已。对对对，先补一下，就是那你什么都不补的话，他不仅他可能去分段供供一供。对，把你养大了，然后到时候来一下。他等于如果有一把飞刀的话呢，就厉害。嗯，对，是你说的是道理，对，这个道理是不是为了为了反击，而是为了自保、嗯、自保就是怕对手开劫、嗯、然后因为这地方白棋补是蛮痛苦的，嗯，单关，对，连路是走一个是连路是比较完整、嗯、但是单关，嗯，那么这个黑棋来说他来进攻呢也攻不出什么木，嗯，还不知道往哪攻的，这攻了攻下去也不见得。但是他攻的时候会有，如果在他手里的话，嗯、他可以跟你开劫，嗯，有劫财，所以的、嗯、这个是自补，嗯，自补的可能性更大一些。115次，嗯，白棋飞、嗯，这两个便宜吗？是找劫财？为了找劫财，不知道往哪下。嗯，其实当然刚才说的是这个是一个点了，嗯，分段是一个点，这分段完了，这点完了，猜一个可能是不是，这不是也未很足，因为他实际上走完了，我估计他也是想分，嗯，分段以后就这个小尖舒服一些，对，这个就走到了，你如果这里指太多，这个吃不着，嗯，但是白的这地方硬的挺机敏的，就你没让，对啊，这有野味啊，对，没让黑棋走着，这还不能被切、这个、你这得拐、嗯、走这个，然后他再拐走， 嗯， 嗯，这白棋下的挺好，黑棋提劫，黑棋提劫啊、嗯，而且这个很黑啊，靠上去了，哼，这个下的太紧凑了，嗯，啊，这那黑棋没退路，嗯，这棋如果说正常的这种地方飞飞怎么样，不是就是、啊、你如果说是实在打不赢劫了、嗯、我就这边再走一个嘛，对，这个地方我是这么判断，作为、嗯、一人一手，不对，作为白棋来说、嗯、他不是他怕他打这个、嗯、他是怕他走得热，嗯，他一旦这个能成立，一旦这个能成立太可怕了，不是外围如果这一带黑的、嗯、如果还有一两个子，我们就随便放一个啊、嗯、就假如有一个子，你这是一手棋已经补不活了是吧，不是，你补活太苦了，你这么活、哦、我然后再被你打吧，对，我还要再打赢你、嗯、我并不是说直接打这个、嗯嗯、打这个你不太怕，这两个等于反而是见合了，对、嗯、所以说他是想下到这儿，嗯，这地方实际上作为白棋来说是有一点担心的，对，所以说白棋其实这边走一个，这两个把它当成剑合了， 我把这块棋做做活就完了，对，我觉得没有必要靠在这里，这个太狠了，他看着陈耀燕是已经把这个当后事在想，嗯，觉得你冲过来的话我就一扣，对，是吧？觉得我已经活了、嗯，当然基本上是活，但应该说还没有活得很干净。嗯、这一般就是说你陈耀燕下的比较狠、嗯，一般的人可能这样均衡一下也，对对对，棋已经很好掌握了。嗯、这个挺狠的，这靠上去。黑棋搬。嗯。上搬。嗯。那肯定是上搬了。那只有贴上，这没有选择，再立的话被人家顺手一拐，那棋没法下了，再立再拐是吧，安乐死了，嗯，他就是说当然这个就更厚了，对，嗯，这个应该是瞄着一点是什么，不过这棋挺可怕的，下到这时候我本来总觉得就是白棋形势还是占优一些，嗯，挺好下，就不见得要下那么对、风险那么大的棋，因为我一直担心这个，嗯，其实真的是一直担心这个，是这个的话实际上从精神上来说他是一定要提这个的，嗯，这结局双方特别重，嗯，陈耀燕这个是他的风格，嗯，啊，那空你捞着你真狠，反正是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这不怕死，嗯，但是这地方确实有这个，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估计问题还不大，对对对对，这个劫也是蛮恐怖的，对，
是站，他是搬下去。他有想，他如果搬这个的话，他是不是会搬这个？搬这个的话，我是不是退一个？就退一个就行了，退一个他也很难受。嗯，对，这个好。肯定是这个意思，走不动你。嗯。你大概要不再贴？嗯，我要生胜负的态度，就只能在上面叫做瞄着这个冲撞，瞄着这个开解。简单的是黑棋控还是不够，虽然这一代有点收获，就这一代黑棋的失控所得比这里白棋的所得要大一些，嗯，追回了一些。嗯，他是直接是搬这个是吧？然后下局部来说，白棋是不怕，嗯，明显欠的意思。两半，接上。嗯。再点了一下。嗯。交错。接上，那脚底是。那只有接上，你接着被人家一提，先手已经活了。对啊，是啊，但是这个一段是怎么回事？他实在是走了个这个，嗯，被陈耀烨干净利落的这么一点，这个典型差一起叫上。那你有什么别的下法吗？搬了侯有吗？对，搬呀，搬了侯，这个搬侯，这个侯也许也是招气是吗？侯的话他会点了爬进去，是不是也死了？点了爬进去死了吗？死了，嗯，点了爬进去还死了。还有一种是不是有可能，就是说你直接走，或者说保留？不是，你直接走，是不是这个地方有呢？他不见得要吃你。我还有这个吧，这个是不是？我不见你不我大概不好意思吃你，就做活，因为我刺起你来也很累。那你做活这地方，等于说你这个是后手了。对，这个后手，你就一做研究。对，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或者还有一种可能性，我直接没有什么，直接冲乱我不行，你被我夹死了。没夹死啊，哦，这有气不行，对，那我直接做活吧。嗯，就这样。嗯。如果我不做活，我吃你是怎么吃的？应该吃我的话，我很难吃。你不是靠这个呀？对，靠这个，就靠这个，然后你点掉，这肯定不会进死嘛。你点一个，不一定，你点一个，我是要被你进死。点这个，嗯，你要搬这个，嗯，搬这个你尾巴叫下的话，这断死了啊，不能搬。我现在能搬这个。能搬这个，我搬这个，搬这个是吧？你吃我这不有个断吗？那，啊，我还有像走这个，好像也不对。那这你断我一下，自己可以破镜。不是走这个，我直接一搬，哦不行，你对我只能断一个。走这我也死了。但是这个是有缓气节，对吧？对。然后脚底有一点点棋的，本来是。如果搬了虎的话，脚底还没有死干净，所以说黑棋来说，那就是说黑棋应该保留，他有可能的，他应该直接冲过来。嗯，这个冲过来，好像我觉得黑棋还是可以争争胜负。对，因为这一会儿他就看看你怎么吃我。我如果一个缓气节，或你给我活，那我失控并不是会很多。对。哦，没有缓气节，没有，死了。嗯，我就直接走完。对，就像您刚才说的，就这样。对，吃你。不是我最起码扑进来一点是，但当然我是不好意思。对，就像后来扑是能够扑着了，不能扑着。扑到一点的话，但是那肯定有解，我就红嘛。这个，你现在扑的话，那就还了好多解了。就是，对，对吧？嗯。那就如果说不扑的话，缓气节是有，缓气节，缓气节，缓。还两气吗？没有啊。没有，我这气如果喉在那儿。缓一气，你喉。我喉，你算你断了。你断，我吃掉。这个你劫很可怕啊。
我吃了一铺你那个。我提啊。嗯。哦，提你飞团在那儿。对呀、啊。对，不能走的，只能接组队环境。这个我现在就吃这个。对。这个我就打你这个结，否则的话就差不多双簧。嗯。那应该保留，既然这样的话，好像有点味道，但这个扳的话手法很熟啊。就黑棋这个，但是走这个手法是很熟，但是好像就唯一的脚里就是有点味道的棋、走，他实际上推着他走在这里，这个地方被白棋这一点的话，点死了，对，被进杀，正好差一棋，怎么走都差一棋，是，三七，这样这个棋呢，实际上就变得挺简单的了。只要白必须吃这块棋，对白棋的妥善的处理好，中央应该控，或者就是说对这个有那个，对对对，或者就像刚才那样的，都能这边收瓜，走完挡住，再把这个打赢，借着那个时候他还能抗争。那棋后来挺奇怪的，我觉得后面进程，我觉得作为逮起来说应该有点怕打劫的，但是陈耀燕就是不怕，这劫才很多。谁多、后来他这个自身造了很多劫，他一走这个，对，然后是他打的这个不能打这个，打这人家长了，打这长，对，所以他是先打的这个，这个不能接了只有一只眼，所以他提掉。这棋还是我觉得黑的还不就陈耀燕还是风险挺大的。是，我是觉得这个靠上去没有必要，空已经够了，这吃，然后他搬这个。他是断了吧？断。45。46打。47踢。他贴一个。这要被挖死了。他打出去了是吧？你就说冷一冷。人好像得冷在这吧，人也不知道冷哪个，冷这个，冷这个不，这两个也不是奇迹，木是这个好，但是劫财啊眼位啊是这个好，对、不你这好像还不能冷，走在这他虎先手，我没虎先手，是没有，但是不就是气景啊，是不是太舒服，所以他打出去，打出去，但是劫财就多得一塌里糊涂。对，这棋是不是还是就还是靠在这吧？靠在这。等一下拐进去的话，反正木也挺大。他提。提。让那边找个劫提过来。这地方我总觉得还是会有点胜负。你只要一下子看不到劫财，这棋打在这招棋是必须打赢的。那你必须打赢。你不是不这句话你劫财太多了，白的棋就随便走啊黑棋随便走都是劫财，白的好像没那么多劫财，我实在看到这儿的话真的是为陈耀燕有所担心。他后来这样的话是因为这个曾子全是劫，是就没好像我刚才算了一下还可以他这个打出去的话有点冲动，应该走这个，甚至真的是走这个，对，如果跟这没什么关系，我也就一门心思吃你就完了。然后你的劫财就不好找。然后一门心思把这个棋给接住。不，他可能啊，完了之后不，现在这样的白棋是准备是这么长的。他也没什么，就被你现在走哪里了？反正长。他从那边要求联络。对，他就反正白棋是。但这样的棋，我觉得黑的空不见得不够，这个很大。到处都是空啊！这一挖多少目啊？万一这边他收到这，我一直强调的是这个能收到，我觉得这个地方能收到黑棋什么时候都没有输，如果能走到这里把它打麻掉，这个太大，这个劫也大，这个太大的一个棋。其实这棋看着吃掉这个挺大的，因为这个地方黑棋是下来了，对，就是黑棋损失的就是脚上的那个石木棋，它不当然全部要加起来收控要白的全部要输气，一路黑的都能进去。就是黑棋就损了脚上的实木多一点，如果立下去是就是实木棋，那要半战。实木当然你大概你再加上你自己的或者他实木得了不到二十木。
不到奥斯姆，其实这一招也不见得就没有奥斯姆。有，就算萎缩一点，只能这个地方都有。不，你这个当中这个太大了，你如果只能是这样单挂连回去，我就接不进去算了。所以这个不是想象的，看着好像也黑的变白的那种感觉，就是其实目数来说，这招真挺大，很恐怖的。这招恐怖，这招恐怖。这棋一直在为陈耀烨的担心，但是后面几招崔泽汉的招法是，哎呀，凑在人家下，对，让我们看得很放心。以后给他数了数节才挺多的。他现在没马上走，他还能提前，他先提节，那他只能找个节。他应该要找节是吧？他是小尖这个。接住。然后他一藏。接住一藏。他这个时候找接出，这个地方找接财的话，实际上是很被动的，被他比如一断接财，然后这边打全是接财，然后他又一点，这地方难道是不能接了吗？接的话是不是活了？他是打在这儿，他先断一下，一打这个，我先打一个这个。这不太容易射，这我都得断断被你走到了以后，对，挺薄。对，但这个劫，刚才这两个黑的有点冲动。我以为当时的一瞬间看见这样的下法，我觉得黑的准备退让。而且那个走这个，我可以挖一个，走一滚包，一直。还能挖？对对对，这个太糟糕了。这样是个正，眼睛闭着眼睛都活了。所以这劫不能退让，这个。这个我觉得可以把这两手就称之为黑棋的最后的败招。看着挺强的，实际上给别人应该从里堆的那个。然后他点一个，踢过来。白棋点一个，黑棋团，白棋点。点这个是。黑棋团，白棋团。白棋团这个是。黑棋踢过来。白棋是挂了一个。啊，真是挂了！对，挂是对的。是，我踢过来。161/162/163/163都拿。不好找了，没有踢。他打是这个。他是不好找，因为当时我替他看了一下，这个我当时不行，我就打，然后打，这劫财白棋黑棋不够，所以他没有办法。那这样他这个被踢掉，他怎么行啊？对，等于吃了这俩，没目数没任何关系了。这个全被白棋踢掉，这个有点乱来了，这个黑棋。对。是吧？这个好像转化本身就不成比例，不成其为转换。对对，这边全没有了。这个每个战头白棋打到这，居然能把这个提掉。没想到，因为黑的主要是没什么收获，提掉的话，黑的一定要有大的收获才行。对，居然没什么收获。而且一般的感觉，既然是黑的厚，白的薄，这劫应该是黑的能够打赢。所以这个确实有点冲动。这个补回去的话，我觉得这还是挺复杂。黑棋不往外，就算我补这个，你走这，我接住，然后我这将来拐进来也可以。现实一点。对。这个棋困难。164提掉。165准备收官了，官应该不够啊，这个。166。那就走呗。白棋下的挺厚。167，就那开劫了。最后一个那个地方，实际上都是挺奇怪的。那不是他如果不开劫，不是这个为什么要和白的这个交换？不是整个的显得薄吗？你这个两个不交换，就直接开劫了。那我起码这几个字没有被你有这个冲断的棋啊。你这个是逻辑上来说是这个是一个实木墙的一个关子。不，这个是不是跟这边跑出来会有关系吗？有一点，但是这跑出来归根结底也没多少目啊。它是连锁反应，比如这一跑，你这不能接吧？接了这一吃，我也不绝对不能接。接了这一吃，然后这就跑了，跑完
这个您刚才说的那个东西，刨它其实是这样。当然，这个我对黑棋像这样的棋当然是很不知所云了。嗯、但是就现在就像这样也没什么。这样的话，他不是走了一堆子？你看，走了一堆子，两个又没吃掉，这又被吃掉，这个整个人已经。那他有点犯晕。对。就是说，是这个时候也有点犯晕，很像这个。其实。这个棋不是特别大，就算还是是啊是啊是啊。那如果这个不大的话，之前黑棋作为劫财的这样的打吃，跟白的这个提交换，那也是不成比例的转换。这个时候吃的时候，然后到他走这的时候，都是能有的是说是其实两个人下走，它是一种惯性。等于说我这吃掉你这两，我这现在还没吃掉，我肯定要补你一个。然后补完一个，被人家一尝一看，这棋不灵了，这必须以最后一个劫财定胜负。可能跟这也有点关系。这个实际上，会有很大的。现在反过来推理的话，就觉得有点奇怪。因为黑的一直在走小的地方，白棋的提掉，当中有这一残把这两个吃掉，这个地方还有冲断。当就这地方有冲断的时候，你再来开劫，万一这个劫打输掉，这一带整个黑棋非常的沉重。他现在提劫，白棋，黑棋是白棋走对。这个当然是要很明确的劫财提过来。白棋跳。这要求做活就行。对，这两个一人一步就无所谓。他那其实，当然现在划在这应该也没什么大问题。从时空上来说的话，就是说划在这的话，他提掉你补的时候，可能还要把稍微，实际上意思是一样。这个就是还得打了才划。他现在呢是这样，走这个路，希望你提掉的话，那他肯定就划到这儿去，直接就往那边去，比较狠。这个也是也挺狠的。这陈香叶就是逮到机会的话，绝对不会放你过门的。这个跳。这个提掉没用，这必须白棋黑棋是命。黑的不行的，白的提。黑的接住吧。黑的是尖了一路。尖一路。七十。黑棋走这个。啊，八。七十六吃掉。白的。那其他找劫财的话，是不是应该走这个？走这的话，这样的话以后你要搬吗？我收气跟搬区别是一样的，是吧？没什么区别。就你走这个，我也走这个，你也走这个。但是我有好几个劫财，一个劫，两个劫，是吧？对。劫财，我还可以三个，三个劫财，四个劫财，五个劫财，我这可以找到五个劫财。你现在在办这个的话，下面就不知道怎么找了。对。你以后如果最现实只有一个劫。两个劫没了。哎，那白棋黑棋接的时候，白棋有一路尖劫，是不是会好一点？脱先要死了。不是，那什么劫？尖在一路有没有好？尖一路，你不是生的气吗？生的气，我不是被你这个扑少一个劫，我再想想你是不是这样？一个两个劫，对你这个好一点。对啊，你这个再送进来要水木的嘛。但是我好像一样的，我是可以一个劫。啊，这个也许也是，过一会儿也不是劫，一个劫，两个劫，三个劫，第四个可能不是劫，第四个我不理你了，我跟你开劫。对，啊，这个比你刚才在这，一个劫，我紧里三个劫，四个劫，少一个劫，劫里边也一样，没有劫里边啊，你也可以铺进来，少一个劫，这个就少一个劫。四个劫，四个劫，但四个劫他能打赢吗？四个劫也去打赢也没什么，他就打这个扳接的活，扳接就完了。那总是好一点。那总好。他现在是搬在这里找劫财。被白然后他吃掉黑棋提过来。然后将来是一个劫，不好找。对。两个劫，只有两个劫。他先搬这个，这个肯定得搬这个。打住，然后提过来。提过来。那现在黑棋困难。黑棋按理来说只能接住。只能接住。对。接住是很明确的劫财，但是白的就吃。对，还有一个劫财就没有。这劫财其实够了，黑棋的劫财，他。别的地方也没什么好担心的，就是你提过来的话，白棋可能也是
其实白棋只能接住回去吧，嗯，接住你不能再打尖，你这也就这样。正常是不是这样已经？我没什么。或者我就吃了接住就来了，对对对，就我们就看清楚是不是这样已经是空应该不够。嗯。因为等于说你走这我走这关是一样的，然后你这个白损了我这活掉了。黑棋都没什么空。嗯。所以黑棋现在大屏幕的啊，这加不进来，加进来滚死我。嗯。也没滚死，我还能管。不是加多半是能够加进来，我随便装一个，你这棋形就可以装到这儿，算不装掉。这空都特别小，嗯，就十几目十几目的空，嗯，不行，形势是不行。但是我觉得也比他这个要好吧。现在他是他走了一个这个劫材，对，这劫材有点不太懂啊。是，不是？是我说你其实特别损，我简直怀疑他是错的，因为这棋，他如果叫四下棋，举个例子啊，嗯，难道他以后是准备这么来的？这么来干嘛？跟这个下棋啊？哎，不是，那你这边不是以后如果这个都没有的话，嗯，你现在提过来，嗯，我就叫吃，嗯，你提掉我就接上，你不这两个不大亏吗？你小尖跟这个交换。是你不以后有一点点，但是你走这些小尖又是后手，嗯，没用。这个缓气节缓的有点厉害。啊、但是不是，那白棋还有更厉害的。你接这个时候，白的就直接就不理你了。嗯。好像好像给人感觉有点又无算，给人感觉有点棋谱摆错了的感觉。啊、嗯。因为这又是一个缓气节。对。嗯，可能这地方又是他的误算，我觉得什么地方又是错觉，因为走这个你要提掉，提掉，关键是肯定是他搞清楚，以为接住怎么样，实际上人家接住一叫就被吃掉了。对对对，我想这地方可能是有某种错觉，嗯，以为这两个已经交换着了，那么捡棋就行了。他现在被提，黑的已经不好，黑棋不能接，接了被吃掉了，所以黑棋只能是打赖头接铺这个。嗯，实际上铺这个，他接上是还几气节，还两气节。对。是吧？你对你还不一定要走这个，嗯、我不理你。你已经走了，这时候你已经放上去了，已经一手两手，啊，然后三手。啊，这个他现在是没有办法。嗯，他铺了，白的棋，嗯，这个已经接住了。他提83、84、85，对，86、87。把棋拿捏进去啊、哦！这个，其实这个黑棋白棋稍稍有点困惑，嗯、这个棋不能提，等于是啊，提没意义，等于提你提过来，你总要啊，然后提你没提不如我不理他，不提你提过来，提过来，对啊、你们然后他提过来是个劫材啊，对啊，啊，所以你这棋接住呢？接住当然也没也没什么，就冷一冷，活了也就完了。嗯、但是陈耀烨一看这，嗯。又把这个提了，提的挺好，然后是这个挺简明的，89爬，啊，90爬的话，这应该有一个打劫吧？91往哪走去了？是不是这走了？91是这里冲了一个，这个也是一个挺损的一招棋，没办法了，这劫必须打赢了，到处都是劫，都是输的。这如果提掉四劫，提掉他接到这可能，提掉可能他有没有可能冲过来？啊，也有可能，没什么大问题，是吧？嗯，因为他把这劫提过来，92、93，白棋也不提这个，白棋把这个断，那他就判断就这个跟这个一样大。对，这个也实在是大的有一点数不清目了的。所以黑棋下的都很奇怪，这招棋下很奇怪，放在棋盘上最好拿走。对，这地方还要提。他最终都没有任何意义。这个想拿走的挺多的，这个也可以、拿走。不过现在如果要吃这个的话，这个是起到围困的作用。是，嗯。他断的话，他实在也没有信心走这个，是吧？嗯。等于这两招的话，他又亏了。这本身就站着木呢，嗯，是这个断当然大。他本来他要下的话，如果想全活，他应该先捞一票，嗯，
通常，通常对，就没打劫情况下，他肯定要藏在这儿。你要冲了，我肯定活了；你走掉，我还要搬过。然后你破掉我眼位，我就接回去，我先把这关捞回来。那现在可能不行，由于这个劫的原因。对，但是这个地方我一直在看呢、他如果我接上的话，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玩意儿？接上的话，你看清楚了吗？我觉得他好像有点什么怪手，我就藏一个呢、你接住，藏住，然后呢？藏我接住，然后我是不是有点小问题，还是怎么着？然后好像也很奇怪嘛，有点怪奇怪的玩意儿，是这要气，这好像也吃不掉啊。吃不掉，你也不好活。你吃我来活、你怎么吃啊？我就吃你是吧？好像不太好吃。是非一个。你要想一路爬回去，我就算。你还可以顶，对吧？对，我不能靠的话，你就走这个是吧？你就走这个。我就靠这个嘛。靠这个试一下。我在吃，好像也行的啊，它没什么，你没什么特别的，怎么样？这个气，这个我觉得，因为这个如果你吃我的时候，加了这个气，基本上算成这样，我是有一气的，所以这个气如果有一气的话，这里边你如果渡不回去，好像不太好吃，是。所以他就白棋根本不可怕。其实也是，我一直在看白的，好像也可以这么下的。就冷淡一下，我也没有死。就心情不太好，万一被黑棋出一个什么妙手，全杀的话，可能真要。因为是黑棋，如果走在外边的话，白棋无论走哪一个，你这里边子已经把我吃不掉了。这个有点小危险，但吃是吃不掉了。现在就是说，我如果我这个子连回去，你有问题了。连回去的话，你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子，当然子这个你就不要往外走了，你就往里走。如果你还往外走，对，我往里走，我这边靠你。这边我有个扳，然后我一吃，你要靠我一下，你什么地方靠我一下？你这个就我再一提，你再走着这个棋。哎，对，你这个就这个有问题了，这个就有问题了，是。这就有问题，但是现在也没问题，对，实在这样是没问题，走不着，你这个走不着，对，是可以，因为你这一走完，这两个只要死，对，然后这个是我现在可以直接随便这地方割一，对，就不会有问题，这活得很轻松。其实实际上正常情况下，以我对这个棋形现在的计算的话，白的就冷耐也行，但是这个冷耐呢，万一弄巧成拙的话，那个是很痛苦的，就一手花一手棋，然后藏完之后，如果黑的就直接把白棋杀死，这个有问题了。是。这个对胜负就会颠倒，因为白的现在没必要冒这么大风，他就给你开解好了。完了以后，他只要把这个吃了，对，空也够。很清晰。所以他现在是站，他是断了站。然后黑棋就不能硬，其实黑棋没硬这个。黑棋也是看到这，所以只能补一个。对，这是一个。然后他走这个是不是劫也打不赢啊？可能。他就提这个劫，他下一个劫他也不好找了。对。下一个劫只能提掉这个，这是个劫，这个是劫吗？这不是劫。也不见得是四劫。不，下一个劫都这一提过来，他提到这儿来了。所以实战他是藏了一个。这藏是算把白棋这个吃掉了，但是黑棋这个一吃啊，白棋这一冲，黑的这边也全死了。196。197，他提掉，98是哪里还有大的？98是不是提了一下棋？提的，对。98、99。98、99没办法，对，打在这里。对。这个被打回去。先手。只要接住。这个能接这个吧？这已经死了，没关系了，已经活了，把黑棋那边活了，便宜一下，挺舒服。对，201，202，接住。
203%，半隐形，颧骨一目不退，那十字骨包滚死的，205/206残一个，200，这个做不活，黑棋下面眼位不够，对，207，这对，208，这个搬回来能活吗？不能活。那就是说要借助这个渡回来，你吃的时候他打这个可能就对对，那有点渡过来，你后手不能对，他是渡过来了，对，因为你说活不活，那我就在想这有没有这个问题，是不是这有冲了吃了什么东西啊？他现在小剑，他只能小剑，对，因为你现在吃这的时候他搬过，等于说你这吃他要打劫了，对对对，他眼位多一个，是，所以他只能尖一个，那飞机就冲过来，这个时候你等于本来说不定可以走这，现在是不能走，对对对对，本来就是可以走这个，现在就吃这，但这个，那白飞机还是赚有一点小便宜，但是这个，但是等于你这边先点了一个，也差不多，就是点了把这个两个子子吃掉了，就收了一个关子，这个应该不足以影响胜负，实战上就这么下。虽然是说不管怎么说也是展示一下局部的这手段，对对对对，等于说这盘棋也是双方竭尽全力了，这个地方渡回来，然后是他冲，冲吃，他冲一个吃掉，好像是没有了，就是这个感觉的棋盘没地方下了啊，棋盘没地方下了，下还可以下的，半截的下就是那下是正胜负的地方是没有，对，正胜负是说错了，这两个字关键的两个字没说嘛，就是你正胜负的机会没有，你再下去的时候是一种折磨，因为这个毕竟你休息一天还能接着再下，对，这个是每个人的风格不同，对，这棋好像那个差距比较大，就是也不用点墨了吧？应该是这两家认输了，肯定是。是的，因为这个地方，这个黑棋其实每一个打劫，我觉得黑的都有点吃亏。从这个劫开始之后，有点两处换对手一处的那个，这地方等于这个开局之后，整个这个全死。这个地方的话，绝对白棋本来形势就占优，然后这一带的空绝对不会比这里小。所以这个不会有问题，对胜负不会有任何的影响。等于说你说每一个打劫，我本来想接着你这句话说每一个战斗，后来发现不对，这个战斗黑棋还是赚了一点便宜，黑棋就这一个战斗小小的便宜了，对对 对，在大局上边大的战斗他都亏了，是，所以说不过从这盘棋的过程中，我们能够看出来，确实这个陈耀烨是吹着汗的苦手。等于说你或多或少可能说是，如果大家看了崔泽汉这盘棋，他就觉得哎呀，崔泽汉不过如此，没什么厉害的。其实是可能或多或少的压制了那个崔泽汉，使他的有一点就没发挥出完全发挥出自己的水平，那个技术水平被压制住了。对，是这样。行，这盘棋我觉得可能是布局中黑的就没下。第一手是这个。对。这个反正大家其实都有感觉，正好被白棋的拖完之后，这个子的效率不够充分，然后后来勉强形成后势，然后就等于这个后势的这个中心点，白的早早就占据的，然后接着呢就只能这样的阵啊，然后开始战斗，就是说有点勉强的战斗。黑棋很多说起来就是说白棋好多地方都已经等着他，比如说他这个后势，这个已经等着他远远的，而不是这么凑着这么逼着，然后这边那个一战斗的时候，这边那个分头又等着他呢，让他很难受。是，是的，所以说这个总体上来说，这盘棋起码是这盘棋的表现来看，肯定是白棋的陈耀烨棋高一招了。所以最后白棋的获胜肯定是在情理之中的。不，陈耀烨最近那个状态比较好，然后他也是打进了农心杯的选拔赛。
能行杯举办，那中国的整个阵容还是应该今天最后都出来了，是吧？对，是那个就是应该这几个人应该最近状态都还可以。打进选拔赛的是陈耀烨，然后是王希，还有一个是陶佳希吗？陶佳希，对，三个，然后两个免选的是今年的一个 L， 应该是你队里的，对，姜维杰，对，他是 LGB 的冠军，谢赫是以去年的那个等于是结束战斗的，那个有功之臣，所以组成了一个应该说还是比较强大的队伍吧。对，比较强了。现在不过就是，对，那我知道曹老师，曹不是曹老师，乔九丹说也不见得就是说比较强大的，就是为什么呢？就是今天他们两个人下的那两个人也很强大，包括现在今天最后一盘是十月跟王希来争夺，十月也是最近状态特别好的。不过这个能选拔出状态好的棋手，这个就挺好的。因为现在很难说一定是哪一个强，就是进来状况好的话，他就是强。是。那今天这盘棋我们是不是给大家讲解到这？好的。反正后天还有第二盘。后天还有第二盘。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谢谢大家收看。谢谢大家收看。